毛衣一定要送干洗店吗？只要掌握正确清洗毛衣的诀窍，就可以轻松自己完成，不必送洗，也不怕毛衣缩水变形。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手洗毛衣，透过正确的清洗方式，我们的毛衣不容易变形，也不容易缩水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有冷洗巾，然后还有一条浴巾，另外准备一个洗衣袋。我们先在水盆里放入适量的冷洗巾，然后接着就可以把毛衣放到水里，但记得放进去之前稍微折一下。那毛衣在洗的时候要采用按压的方式，不要用搓揉，因为按压的话比较不伤衣料，而且同时能够把脏污带出。按压30秒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毛衣冲干净，然后放在毛巾上把水分吸干，接着就装入洗衣袋中，然后再放到洗衣机里面脱水。脱水完以后的晾晒，建议大家是采用平放阴干的方式，让它自然的阴干，这样子毛衣比较不会有变形的情况。洗好的毛衣避免用衣架吊挂，可以防止毛衣变形，也可以比较不占空间哦。